第二首歌就是我来唱了啊。之前就说嘛，这首歌叫做《更远的地方》，但是我还有一个短视频叫做《老歌手的日常》。唱更远的地方可能会有更多的利益和高度，宣传老歌手的日常可能会有更多的商务，我选商务。换歌了这是啊，送给各位一首非常轻松愉快的《老歌手的日常》，谢谢。